我国部长今天到马来西亚新山拜访柔佛州苏丹，欢庆开斋节。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川仁到新山五级士林王宫拜访柔佛州苏丹伊布拉欣，他们交换了礼物和祝福。部长们也和苏丹的家人，还有柔佛州行政议会的成员一同共享午餐。 我国部长是在1997年开始进行这类访问，现在已经成了开斋节的一个传统，凸显了新加坡和柔佛州之间的友好关系。